南方10块钱吃午饭 vs 北方10块钱吃午饭。南方，哎，就是10块钱了。阿姨，一个炒时蔬一份饭多少钱啊？青菜时蔬米饭3块，要几份？这么贵啊？那来两个馒头，一份榨菜吧，刚好10块啊。哎，太贵了。北方，哎，就10块了。大娘，哎，小伙子，盒饭咱们啊，2素1荤8块，2荤1素10块，你要哪种？行，那就来个10块的。好嘞。哇，我的天，这也太实惠了吧！米饭不够随便加。好嘞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也太重了！我妈让我吃的。来，儿子，吃饭吧。啊，怎么又是这个？这玩意儿健康、干净、营养，快吃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这玩意儿太难吃了。妈，我来不来？炸！再来一块。我妈不让我吃的。嗯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这个母猪可肥了，可能生了。嗯。我儿子准备回去给他做饭了。啊、哦，今天吃啥呀？吃炒肉。小时候最爱吃的。哎，张哥，别吃饭了。哎，我妈今天都没给我准备饭，我就不一样了。嗯，我妈可就靠谱了。你看这盒饭，香喷喷的。哇，你这看着也太好吃了吧？想吃啊？不好意思，这是一人份。一人。嗯。然后我妈今天给我准备了方便面。方便面，面我也好想吃啊。他那个也太香了吧！一会儿要不要分你口汤啊？哇，泡饭肯定老香了！哇，又背着我吃好吃的，看我怎么给你搞到手！敢不敢来玩一个你一直都想玩的游戏？你不就是想套路我鸡腿吃吗？我今天不套路你，今天凭实力。你不是想打我吗？只要一个腿就能打我一拳。平时总是欺负我，今天一定要复仇。好，哈、啊、哈，杀！金钟罩可不是白练的，那我可来喽！不痛！哇，这金钟罩可真厉害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敢相信。走，再来个腿。我们习武之人吃一个就够了，不能贪。哎呦我的妈！小李果然是高手风范，还好搞了个腿。杨过的意思。哇，你吃这玩意这么臭，你咋不把窗户给开了？人都受不了了啊！啥味道都没有啊！你完了，你肯定失去嗅觉了啊！我还以为他没放酸笋呢，你帮我尝尝。这不这么多酸笋吗？还没酸笋啊？啊？怎么没有味道？这味道不是很重吗？啊？难道我失去味觉了？你俩在干啥？光动嘴不说话。我俩说这么大声，你听不见？一会儿二声音逗我玩是吧？嗯。天气冷了，搞点辣椒暖暖身子啊。哦。哎呀，多了。啊嗯，够辣，顶劲儿，就吃点辣椒。我们俩3岁小孩都比你吃的辣。你吹什么牛啊？有本事你来加一整勺试试。你这都不够啊！这才爽。啊啊、这个树不得开花？嗯，学着你，渣渣。我下次一定要让你知道厉害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用一张你绝对没见过的奥特曼卡片，换、你这些吃的。你能有我没有的卡吗？这张你有吗？这肯定是假的，你骗谁呢？现在你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走，千金吧，你连一块钱都没有吗？啊，什么一块钱？这些薯片我只花了一块钱，现在拼多多有活动，一块钱就有机会抢12包薯片，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就可以参加。这么划算，谁让你不早说？你看，我别挣扎了，这些都是我的。看我下次怎么整你！一分不赚，回家过年。还没做饭，都几点了？钱没赚到，就知道吃。这大过年的，不整点海参鲍鱼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给我500喝酒去。赚了大钱，回家过年。哇！喂，我要是不早说，都没准备什么菜。我就喜欢吃这些蔬菜，山珍海味我都吃腻了。喜欢吃就好。对了，爸。我给你买了个手机，你就别用老年机了，以后还能视频聊天。这得不少钱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2手手机。是骗我，看着跟新的一样。没有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转转上买手机，这台比专卖店便宜2000多呢。那真划算，你快吃。爸，我吃完了，我去吃这里啊。外地人的误解。哎，听说你们四川每个菜里都有辣椒，我不吃都受不了，是不是真的？那都是谣言，我们菜里从来不放辣椒，都是辣椒当饭。这有啥好惊讶的？哎，听说你们福建每顿都要吃老鼠，真的？都是谣言，什么家庭每顿都吃老鼠，老鼠可难抓了，过年谁吃得上？老鼠好吃啊，我们那也吃啊。杀！你离我远点。听说你们广东人要吃，都是谣言。走，去福建看看大宝贝。
南方银刺章鱼 VS 北方银刺章鱼南方银。兄弟，好久不见了，今天好好去吃个海鲜。行可以，但是不要带壳的，那些太麻烦了。行，那就吃章鱼。老板，来50个章鱼。50个？你是准备请全餐厅的人吃吗？就我俩吃啊。老板，别理他，不好，就下来。行。怎么这么小啊？哎，下次我点菜别多嘴。北方人，咱们兄弟有段时间没聚了，今天我请客，老板来两根鱿鱼须。十多年的感情，就请我吃两根鱿鱼须？啥？这么大？果然没让我失望，来喝一个。哇，这52度的是真的纯烈。哇，赶紧来一口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太得劲了。没钱银吃鱼。哎，这么辛苦，一天才赚80块钱。小丽，好好干，晚上请你吃鱼。啊，谢谢工头，辛苦是辛苦，但是工头对我真好啊。快吃快吃，单位已经买过了。好好好。工头你也吃啊。我就不吃了，一会儿还有个局，都归你了。你对我真好。有钱人吃鱼。老爷，那条酸菜鱼我用60万拍下了。这么贵，回车回去尝一下。老爷，这条鱼采用基因嫁接技术，将酸菜与鱼融为一体，非常难得，难怪要60万。够酸。这部队火锅还是得加点醋才好吃。这谁呀、啊？吃了一桌子还不收拾？啥？还有这么多吃的，居然就不吃了，太浪费了。10年的老陈醋，我连汤都给他喝干净了。你别笑哦，这么好吃居然就不吃了，现在人真奇怪。我们部队火锅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今天又做了件好事啊！各地饭桌上的炫耀，某东西，这玩意儿可贵了，没吃过吧？居然可以一口一个6比1。哎，我平时都一口8个。哎，我真羡慕你们啊，我们那儿的螺都这么大一个，半途才能吃一个。刘某银，刚从地里挖的，好吃的很，快尝尝。老铁，这味道好香啊，真羡慕你们。一般般啦，地里多得很。哎，不像我们那儿地里面只有人参，吃多了还流鼻血，对身体不好。刘某银，今天早上杀了头牛给你炒了这个菜。好，有人。朋友不要客气，别光吃芹菜，多吃点肉。肉不好吃，我家还有10万头牛，我好想全部换成芹菜哦。五一出去玩吃什么？四川。哎，第一次来四川都不知道吃啥。老板有什么特色吗？来我们四川肯定是腿儿那个噻。好得很，吃了一个小两朵。那就来三个。要得，等到起。这个怎么看着全是骨头没有肉啊？哇、好好吃。南京。南京这地方真漂亮。老板，你们这有什么特色吗？那我们南京当然是鸭子。那我要一只鸭子。哇，看着不错。太香了。广东。第一次来广东也不知道吃什么。老板有没有推荐啊？刚才第一次来广东肯定要吃白鲜鸡啦。白鲜鸡来一份。OK 啦。好香，真好吃。你们那都有什么好吃的？超一线城市的消费。第一次来那超一线城市，听说那边工资老高了。那不得对自己好一点，以后我们每个月就拿150出来吃早餐。来点，先来一周。5块了。来点油条。2块。来小笼包。3块。葱油饼来一个。4块。蒸饺必须要蒸饺。哇，太奢侈了。5块。哎呀。哇，太丰富了，会不会有点奢侈了？这边人均收入10000多，吃个5块钱的早餐咋了？快吃，有道理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太爽了！明天咱们还这样吃。服务员多少钱？150。啊！当你吃饭遇上小强，古代小二，好酒好菜，给俺上一桌。好嘞，客官。啊！炸！小二，你们这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这么大只蟑螂，客官对不起啊！看今天是要见血了，少不得啊！客官，我这赔您2两碎银子，外加银以后永久免单，这还差不多。现在这家店看着挺不错啊，干净亮堂。老板，来几个下饭的菜，色香味俱全了。老板，你们饭店怎么有蟑螂啊？客人对不起，我先看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哪有蟑螂？你不要瞎说。如何在吃饭时让人心态爆炸？第一步。咱就两个菜哦，不满意自己做去。那就勉强吃一点吧。能不能不吧唧嘴？不吧唧嘴了，吃的香吗？
我就要八只嘴，叭叭叭，不知道还以为在猪圈吃饭呢。第二步，你把肉都夹了，我吃啥？这不还有这么多辣椒吗？我又不吃辣椒。哦，差点忘了，那辣椒我也吃了。杀！欺负我了。第三步，嗯，这黄瓜一点味都没有。这餐就归你了，一人一个菜，公平吧？我这个牌子。我是怎么打脸的？老板，来个海味抄手。来喽。哎，我最喜欢吃辣椒了，一顿不吃都受不了。哎，够了，不要看就这一滴，这个辣椒可辣，一般人真吃不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太辣了！哼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可能吃饭了，一天能吃几十顿。别看只有一个，一般人根本吃不完。滚！哇，好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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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炸！周五吃饭，妈，我回来了，今晚吃什么？今天妈要出去玩，你自己吃个泡面哈。来，泡面好啊！哇，这可爱的小牛肉，嗯、这新鲜的小蔬菜，一切都是美好的味道。嗯，中午真好。周一吃饭，哎，妈，晚上吃什么？没心情给你做饭。自己吃泡面，泡面这玩意儿谁吃啊？大侠，你不要命了？国家一级网红都已经都敢吃了，这不就是我菜市场买的烧鸡吗？烧鸡，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这不能说一模一样，简直毫无关系啊！我就说你智商不行吧，智商低于80的就会觉得毫无关系，智商低于120的就会觉得一模一样。你再反复观察一下啊！我刚看差了，简直一模一样，这个就是丹顶鹤，那我怎么处理呢？别怕，我来帮你进行无公害处理，交给我就可以了。这明明就不像啊！难道我智商低了？哇哦！哇，干干干！用这个火的火鸡面最劲爆吃法。爆辣火锅料加水煮开，煮沸后加入面饼，捞出放入空碗中，加入三包火鸡面的酱，搅拌均匀，然后给小李试试。小李，做完火鸡面给你吃，快尝尝。我昨天才欺负了你，今天就拿吃的给我，他是想整我吧？怎么可能？那你吃一口。炸！这龟儿子今天咋这么聪明？吃就吃。哼啊！我竟然错怪你了。哇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火锅面！哎呦我的妈！哇，太过瘾了！哎，还有没有靠谱的办法？哎呀，最近发了点小财，不知道咋花。捡它，必须捡它！爸爸，您坐。哎，有点饿了，来吃个蹄花。这么多骨头，有喂狗呢？哎，看我笨的，马上！哇哦！您再尝尝。速度快点啊！马上马上，哎，走开，我自己来。今天先走啊！哎，不留点啥吗？哎呀，随便给你打个100万亿，等你来。100万亿，这哪国家的？哼，津巴布。各地冬奥回国吃饭，韩国。哎呦，出去那么久，肯定想念家乡的泡菜和拉面了。外面根本吃不惯嗦，还是家乡的拉面最好吃，思密达。多吃点嗦，我再去给你拿点小葱泡菜，思密达。还是这个油泡面好吃，思密达。一碗。你走，嘿，欢迎回国，这是你最爱的非常刺身。呀西。对了，太久没吃家乡美食，我会狼吞虎咽，吃相不好，请回避。嘿。我以前怎么会吃这种东西？哇塞，肥肠还是要炒起来最香。对了，丽莎，忘了给你酱油。北方人吃馄饨，哎，中午没啥胃口啊。老板，来五块钱馄饨。来了。哇哦。啊，真香啊！哎呀妈，好像不太够啊。老板，再来2块钱了。南方人吃馄饨。哎呀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！老板，赶紧给我来半斤牛肉抄手。小伙子真能吃。哇，这么大一碗。啊，炒饭了，这半斤真不是正常人能吃完的。老板买单。88。愚人节的一天。今天愚人节，谁说的话我都不信。哼，别想骗我。哎，现在捡了个冰红茶。小伙子，那个不是冰红茶，不能喝。哼，我才不信。哎呦我的妈！有点咸。今天运气可真好，老板，我来当刮刮乐。啊，小伙子中50万大奖啊！别想骗我，我不信。有人。
哟，这汉堡没人吃，我吃啦。这过期两个月了，不能吃。我才不信呢，别想骗我。哟，蘑菇鸡肉堡真不错。你别笑。嗯。你脸色好像有点不对，要不要去趟医院？嗯。我有什么问题啊？别想骗我。杀。南方吃烧烤 vs 北方吃烧烤，南方。哎，兄弟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今天放开肚子吃啊。OK，那个牛肉试试串，羊肉试试串。哎，兄弟，太多了，吃不了，我们不能浪费。嗯，胃口这么小吗？先这样吧，来喽。啊，这也太细了吧！快吃快吃啊！过瘾吧？老板，多少钱？168，我和羊肉兄弟170。北方兄弟来了这就当自己家，服务员上三十个串，就30串，塞牙缝了。当自己家来了，再送一个馕啊！这一串这么大，你给我拿着点吃。啊，吃不下了，剩下的等打包吧。服务员，多少钱？30。腐竹可以完美吸收辣味，嗯、准备10包泡椒凤爪，里面知道进去，凤爪不要，再切点卡罗莱纳辣椒。搅拌半小时，看这回小李爽不爽？小李，试下我这个凉拌腐竹。哎，最近胃总不舒服，吃不了辛辣的。胃不舒服？没事，我有新三九胃肽，舒服一下。还有这种好东西，让我试一下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小李，听说江同学问你敢不敢参加999实力蹲蹲蹲挑战赛？这啥不敢？腐竹蹲关奶茶蹲，奶茶蹲关新胃肽蹲。耶，挑战成功！下一个安逸释放自我，你敢接受挑战吗？嘿嘿嘿嘿。嗯。喂。哇哦！等一下，我刚朝里面捡个水，真巧，不知道值钱不？你帮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这冰凉的手感，97%是夜明珠。这不会是奥特曼胸口那个能量球吧？你不要瞎说，你先吃肉。哎呦，一看就是个玻璃球，扎到人多危险！我去给你销毁了。这么大夜明珠，放开了。嘿嘿嘿。嗯，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，怎么湿湿的？我不尿裤子了，别笑！普通盐渍海鲜 vs 有钱盐渍海鲜，普通盐。家里都活了，今天我请客，随便点。老板，来50条鱼。50条鱼这也太贵了。再来30个蚝子。猪都吃不下吧？在家。你把我放过了，不是我小气，打针吃不完。行吧，行吧。嗯。啊，原子鱼这么小啊？真香！嗯，我还能坑你吗？老板，多少钱？28。有钱人。管家，听说在我的私人海域抓到了一条非常罕见的鱼。是老爷，非常罕见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。哎呦，亲自的尝一下。老爷，坐好。居然是鲨鱼，果然闻所未闻。有人。嗯，不错。这鱼适合蘸大酱，老爷真是好品味。北方吃蔬菜 vs 南方吃蔬菜，北方兄弟，你们这太干燥了，我都上火了，再坚持点素吧。嗯、哎呀妈，你早说嘛，早就想整这一口了。啊、这生的咋吃啊？熟的谁吃啊？这生的我跟你说，嘎嘎香，太香了，虐死了。哎哈，那是咱吃熟了吧？南方天天吃火锅脚都软了，今天整点蔬菜吧。早说啊你啊！生的熟的，生的熟的都有，不是生的，就是熟的。别说，我都馋好几天了。哇，太棒了！你也吃啊？要不还是吃火锅吧？嗯，嘿嘿，你不会又只放一滴吧？谁都只放一滴啊？我放一包，放一包。嗯，自欺欺人，我这个要吃火鸡面。嗯，真过瘾！你们两个合着，我这个才叫火鸡面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好好，嗯，别晃了吧。